大家好，我今天是会去北京，明天是会列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闭幕会。我在这里是再次代表特区政府以及香港市民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全票当选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个是代表人心所向，代表人民的信任、拥护和依托，亦都代表习主席领航中国去进入新阶段，又共同奋斗去为中国人民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我是感到很鼓舞和很振奋，亦都祝贺每一位当选的领导人。我会利用好不同的机会向领导人反映香港的状况，希望争取他们对于特区的政策的支持。在列席完闭幕式之后呢，我会利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呢，去拜会中央的部委和机构，去就不同的政策交换意见，亦都希望是争取不同部委以及机构呢，在了解香港的实际情况之下呢，是尽量支持香港的施政和不同的政策的。今次我带领了八位局长一同呢是去不同的部委去拜访的。八位局长就代表了超过十五个局的一半局长，是表示我是重视今次自从通关之后，我利用好机会去北京去拜访不同的政策领导人，是交换意见，希望争取多一些呢是支持特区政策的一些决定。我会在十八号返嚟香港的。